20号，马俊伟在微博上分享了黎姿举办晚宴的现场照片，并配文写道：“也遇上了很多很多好朋友，很温暖，很开心，祝福大家。”照片中，蔡少芬、郭可盈等众明星纷纷到场支持，马俊伟也和好友们玩起了贴面自拍。TVB 当家花旦再聚首，引起了一波回忆杀。此前，黎姿公司上市，面对记者的采访时，她表示很怀念以前演戏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欣赏现在的电影和电视剧，会幻想自己去当那个角色怎么演。蒙浪新闻，新的一年希望事业红红火火哦！报道。